你大人，这些代志吼，妈妈无法度管你。但你要做啥物代志，哎，替爸母吼想想一下。妈，我对不起你，害你在烦恼。当你知影对不起就好，以后爱会记你哦。我知影。那这边你爸爸哦，一直袂当谅解你。我看你去找你爸爸讲一下。不过爸一直唔肯跟我讲话。就是安尼啊，你爱家己主动去找伊讲啊。是袂晓讲，无啥话袂用讲的。啊，这边爸爸袂甲你讲话，伊是我艰苦的。讲真的，这回你所做的实在太伤伊心了。啊！你都大汉啦，什么代志就会恁家己做主啊？敢着跟我讲啊？啊？爸，我知影你也咧生气，我是常常甲你回信咧，请你原谅我好。我知影我真伤你的心，但是我毋是故意要安尼做，我是。你来甲我讲这么多理由，你是要来甲我回实的，伊也是要来甲我证明讲你无唔对。假使你若是要来甲我解释讲你的理由，那安尼我会用甲你讲，我无想要听。爸，我唔是来找理由，我了解这件代志对你来讲真伤心，无论我安怎解释，都无法度弥补你心肝内的痛苦。我是你的后生，我若伤害我家己，就等于伤害你同款。你若知影这个道理就好。爸，你敢会继续支持我？你家己行你选择的路，好歹都要看你家己。但我也答，我都给你答复。你若莫伤害你家己，让阮做爸母在遐操心，那我做老爸了。一定支持你，多谢你爸。王小姐，以你这个社会上的名声来讲，应该是白骗阮这个庄家来才对的。小阿兄，是了，我先来，为了再甲人碰一下。莫啰嗦了，走。王小姐。阿姨，等等，借条嘞。好，拍谁啊？多谢。我希望你以后行为较检点，我无迄个性命，甲你解决有诶无诶。你若是无想要吵。你也卖用坏钱，讲起来我咪从啥？哟，你敢知我后摆用这钱还用得偌辛苦？我只是将我心肝内感觉讲出来。
你莫讲分，我就袂歹啊！我敢教训你。安怎啦？我感觉我是一个真失败的人，想要做好的任何代志拢袂圆满，想要帮助我熟悉的人，反倒转去伤害着人。你是人，毋是神的。文清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啊，不过有真侪代志，你想甲想过复杂，代志还是愈简单愈好啦。弟弟，我一直感觉你敢若亲像囡仔安尼，永远都袂大汉。但是你这话听起来阁有道理。其实我讲的话一直拢真有道理啊，只是你无爱听尔。有时阵我感觉我对你实在真失礼。你妈安尼讲啦，虽然有当时你对我真歹，啊，不过我并无怪你啊。丽婷，我是不是伤害着你？无，我只是有淡薄失望。咱斗阵这尼啊久啊，敢讲你袂当了解我对你的心？啊，不过我就是无法度了解你心肝内到底是伫想啥。事实上讲，我嘛唔知我伫想啥物。我敢若知影行一步算一步，将我爱做的工作做好。但是想袂到路却是遮尔啊歹行，一挂代志的发生，往往让人想袂到。文清，我应该安怎做？安怎甲你斗相共的？你无需要甲我斗相共啥物，你更加无需要替我做啥物。我只是爱你了解。以后莫遐尼啊关心我，为我遐尼啊忝，遐尼啊辛苦好。我袂艰苦，嘛袂忝，啊，不过你要叫我无关心你，这我哪会做会到呢？文清，为啥你要甲我讲安尼？我真正是真关心你，平时要甲你惹麻烦，啊，不过你逐遍拢要拒绝我。丽婷，我毋是故意要拒绝你，我是为着你好。你为我好，就是安尼对待我。丽婷。这么久的日子，你若欢喜，我就对你欢喜；你若艰苦，我嘛对你艰苦。我就袂输甲一身布袋戏猴仔同款，在你人，在你搬。现在你无想要人啊，嘛无想要搬，你就将我当作粪扫同款，等伫边啊。你安尼做，敢袂想过陈俊信？你若将代志讲到这尔严重，你拄则才讲过，代志应该尽量单纯较好啊。该单纯你唔单纯，无应该单纯你煞放弃。我现在你想我伫想啥？我好好你家己讲，你莫逼我好。不是我伫逼你，是白素兰伫逼你。文清，你家己看袂清楚问题重点，你要将所有的代志拢怪别人的心上。你为什么来我做一间找白素兰解决清楚？伊是你的问题，嘛是咱的痛苦啦。安怎安尼？啊，等爸爸食饭食规世人个，啊，你自细汉就看爸爸咧食饭，啊，讲爸爸咧食饭咧姿势足好看，安怎？啊，即摆看你袂顺眼，阿是？我唔管啦，反正你莫食就对啊。无啊，你是搁为着啥物代志咧无欢喜啦？是为着文清啊？你莫讲野蛮，野蛮听。嗯，恁两个是搁冤家了。我讲袂着，像即间阮家管，干焦焦焦焦，等你粪扫桶去啦。你真是安尼做。我讲袂着，像即间阮家管，咱招招招招，等你粪扫桶去啦。你真是安尼做，啊，你唔甘啦。我即摆看伊愈来愈切啊。嗯，啊，你唔是真介意？啊，哪讲愈看愈切？我一直认为文清是一个有思想、有原则的人，结果伊啥物拢唔是啦，规头来翻粪扫。哦，麻烦遐歹听。哼，我安尼讲伊阁算好听嘞。因为着一个查某，一点仔志气都无，这种查甫人哦，过去死死的好啦。哎，我甲你讲几落摆啊，文清还是为着工作啦，
你唔通咧一直在安尼老情绪啦，而且对分数咧食醋啦。怎个食醋？我感觉就失望个尔。看你这个款咧吼，除非就等你取消啦，啊无我安怎讲咧，也是无法度啊啦。我要爱困啊。哎，啊七早八早是要困啥个？来，爸爸再开讲。放啦，我搁困困咧，我会怎死去袂啦？再见啊，你。阿哥，谭仔，小谢，没啦，你这个代志办了真好啊。阿亮，你唔敢嫌啦？是讲阿介吼，若个任务要交代我的时阵吼，我会甲你做较到。你放心，真紧我有代志要来找你。大，你实在够厉害呢，三两个月就赚几啊百万，我看这笔钱啊，咱无好好利用袂使。袂用。这笔钱即卖袂用开，爱干哪？即卖毋是咱谈的事。是安怎大？因为我甲厝内鱼爱继续搬。还阁鱼爱搬？奇怪大，你甲嫂已经生活做伙啊，还阁有啥物鱼通爱搬？我所想要挃的毋是即款的生活。我希望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查某人，参像较早安尼陪伫我的身躯。但是这嘛不可能，你太成功了，我完全袂讨袂难，这世人我不可能过赢。想过来思念这世人上大的理想，但是顶多是我这世人上大的痛苦，所以我头一步就是要毁掉伊的事业，莫讲伊去抢我。我想若安尼，应该乖乖留伫我的身躯边陪我，永远袂阁离开我。我着要好好用迄笔钱，带去一个无人捌阮的所在，过阮的生活，到我袂停为止，到我死为止。吴老板，哎，你先安静啊！哎，啊，就代志是安尼啦，啊，就迄落，吴老板，什么代志做你讲啊？哎，是安尼啦，有一件代志哦，你讲啊，我本来是无想要甲你讲啦，啊，就，哎，这，不过我想足久啊啦，哈。啊，这个代志哦，我若无甲你讲哦，下摆做代志哦，无啥方便，一定要甲你讲较清楚才行。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听你安尼讲，敢若足严重诶。是安尼啦，啊，我想讲哦，找别块唱片来，互你制作啦，哈。啊，那彭淑莲这块唱片诶，我另外搁找一个制作人来做。啊，你暂时先休停着。先做，这块唱片用我偌侪心血，你知影？我知啦。这对你也无差、啊，哎，飞碟我搁遮侪唱片通好做啊！你甲做这块唱片的钱先摕出来做别块，上好嘛三块呢。我无在。哎，父亲呐，你也相信我，安尼做绝对是为着你好的。好啊！你是不是嫌我自开心多，还是根本嫌我录音室的时间用了伤多，还是你根本就是找我的麻烦？我跟你讲，我绝对袂带，我绝对不接受。好啊，你是煞袂啦，我故意跟你破灭啦，不是我无爱让你做呢，是彭淑莲伊无要让你做的啦。老先生，南先生，我来嘞，南先生。
甲会晓冤家啊！我知影阿兄的脾气无够介好，但过你莫怪伊好无？阿兄也袂转来，袂得我管事啊！我看恁阿兄管也袂得。阿嫂，我住遮是毋是影响到恁的生活？袂啦，你哪有白想？我跟阿兄会好会歹，毋是任何人会当影响的。阿兄，我先带你公司一转，你别当来遐冰箱物件，你家摕出来食。好。啥钱？你先留的。唔免啦，我无需要用到钱啊。你先放在身躯边嘛。我身躯边够有啊。真正免。阿嫂也毋是外人，你说得跟我客气，这是我一点仔心意，你留起来。阿嫂，我啥物拢无啊，我甲我希望，你甲阿兄会当过了好，过了幸福，那安尼，我着真欢喜啊。你先来甲我换掉，先来陪我做你的制作人。为了这个专辑，我付出遐尼啊多心的，你知影？我知影。但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先跟我讲。我对家。一直有一份真特殊的感情。我嘛是。我捌在遮甲你讲我想看来的话。这么侪年来，我从来毋捌甲人讲过的话。所以我嘛时常来这个所在，想我家己，啊，搁想你。这就是我今仔日要甲你讲的问题。我感觉咱人应该好好讲一下，我无想要闪避你，而且我也无爱你暗藏心事，为我付出一切。我无暗藏什么心事。你敢无？我。你现在唔敢看我，你讲啊。你明明知影，何必着搁问？我爱你，纯粹讲出来。你介意我对无？南方。